对人类来说，高空坠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一旦超过一定的高度，那就是必死无疑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据说跟人类的体重有关，越重的物体降落的速度越快，反之质量越轻的物体越是不容易受到伤害。就拿高空抛洒鱼苗来说，因为每一只鱼苗的重量可以忽略不计，所以当鱼苗从高空落入湖中时并不会被摔死。那么是不是越轻的物体降落速度就一定越慢呢？如果将一只微小的蚂蚁从高空坠落会摔死吗？为了弄清楚真相，老外亲自实验，他找来一只蚂蚁做实验。为了观察蚂蚁高空坠落的情形，老外还利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了全过程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老外来到了自家的房顶上，这个高度对于蚂蚁来说简直就是万丈深渊。当老外将蚂蚁扔下后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。当镜头拉近，我们可以看到蚂蚁丝毫没有受到伤害。难道物体自由降落的速度真的跟它本身的质量有关？其实并不是。学过物理的人都听过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，两个铁球同时落地，那么为什么蚂蚁从高空坠落会摔不死呢？好了，本期的一轩科技到这里结束。